把这个后面的就做完把它洗了。嗯，反正差不多噻。那这里的扣下来扣到哪里？就的这个装饰这个位置嘛，然后这个斜下来噻，它是有点弧度的，可能外面层头发可能就这个位置。再按点儿就没得了，再按点儿就一发起噻，都在这儿下面，然后稍微低点儿这种嘛，因为你头型比较小嘛，这样子整个线就这里啊。不会提到很多，哎，差不多，这个位置。嗯。你看你发起现在这儿。它有点高噶。也不高啊。就像它就这点儿噻，你看，它的发际线长得比较下去，你看，比较上去。昨天要剃光头的跟你说，它发际线在这个位置，你看平一般都是耳垂平行过来噻，它这个位置，它是这样子，这个位置。嘴巴来过位就过来了。哦，它相当下来，你看嘛，它那个。这样，再往下都长在背上。然后后面稍微短一些，前面稍微长一些，这样缩起过来的。嗯。反正跟你看昨天长是一样的，对不对？嗯。用我看的时间，我直接截这支头发就是。用的说，哦，有可能你把上面那个。准备把高台。哇，我现在干洗了头发。嗯，你可以，哎，它可以把剪成那种水母头，就是他家的那个，接得起。他接上面的头发，接下巴，把你们接。都在那个高台。接一层。没必要。第一次干洗头发。是不是？嗯，每天都是干洗。啊，你好生享受呀！你修的很，我还没看你修的哪里理发店，不是说你修的。多得很。到处都开始。寝室下面上一盖那是不是？我们那儿有一层楼。上一盖上一楼。一层楼啊。嗯。好。多得很。然后慢慢摆了。你想嘛？想往哪家红酒哪家？你想嘛？他们学校都。贵。嗯。贵不贵？跟一般。有贵的，有不贵的。几块钱，十多块。一般都是十块应该。嗯，十块。我觉得干洗都省起来了，是不是？嗯。省钱，这应该哪还省钱？太少。那我也不会多吃。重不重？不。那质量比较多，因为花的肉。剪头发，我说剪短它都没有学的，这次居然一声不响的就剪回去了。说明他剪不了，哎呀，好看。那，我要梳头去。剪了。让我去。看我家在站着。往我这边站着。往哪边？我这边。
到妈起来多动两下，多多动两下。这话都装了。哦，别把那个装了就是。我怎么头发是掉的还是怎么烧的？车祸的，哎，还不错，反正拍了稍微稍微潮点儿好，没事，好就这样子看呗，差不多了，眼睛闭到的啊，大多数早上都要睡觉呀，好就这样，来坐着。我
管你那边干啥的，干啥的又不是水，行不行？不进，不进去。我本来想说不的。那就是进噻。就是不进。进不进？我又加了个进字。不进。二去。你在吗？啊，你看到这，你看到他们。你看到两边，他就不自然。把你们同学打下去。标间台下面。不，你给他打气哟。标间台上面哦。他都是很好的。你看那个，我还是不晓得里面装的是啥子。没事，你打去上海去。我想不出来，我看到这个，那个一圈一圈的。他都说了是阳江的。开了，左右，要把你弄开了。啥子左右？不是他那是。哎，他的头发真的。那你们咋子又不卖了呢？没搞哎。没得啥子案头。烂的头身，我不如多建一个头吧。没事了没？嗯。哇，好重哦。那个肯定贵些，肯定要重些噻。那个是你以后的嘛？你以后装的，那头发又细又少。你夹成，你不好夹嘛，就夹成两个嘛。好夹。好了，三个月下面要剃了。下面要下岗了。和洁白的头发一样。摸一摸哈。我最后一排，哇，好多哦，给的。给那个照片上的还少些，因为你老板你头型比他头型小些，不可能给贴的太高了。那我的头发也要少些。嗯，他而且你发的上长得比较上些，晓得吗？好。要还不摸？我再给你机会摸呀。不摸了。你不摸了，过几年就摸不到了。不摸了，几年后就摸得到了。剪下来又摸。剪下来回去抱着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儿啊？爹不光是听得你说抱着摸，还动小气些。他不晓得你，你说的是啥？我意思是抱着睡。还不是睡？压到枕头下面。你把它剪掉，你拍去噻。对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剪刀，等下我们专门做完之后就买把剪刀回来，这个剪刀都要报销了。买把弯刀，不说了。买把弯刀，再拿那个水刀，我看。你们看。我来报价。那你也懂。我不是想到，时间赶不上。你这剪的，连他头发这么少，剪起都，他都逐渐要打花的样子，要头发多了点别发，现在多剪掉，好，这样子才行，好，我带上去，剪完。你这关系有点长哎。低点儿长，有点长。顶点儿长。要剃成啥颜色的？剃啥颜色？剃成红色。不是，我说的就是。啥样子？哪儿伸到上面吗？还是剃过哎？啊。白的。啥子？咋个是剃白？有妆容是吧？不是黑。按照片，黑不是白。哈哈哈哈哈！哎，你们说话还真不幽默。好看吗？还不划算，它太贵了。
不划算。他那个猴子爬得高，他爬得大成这样。主要是他那个，他不是泡菜太贵，是他泡菜盒子太贵。大盒太空了，空了。这些一般都是盒子那种，他就要他就是泡菜盒和那个包装太贵了，泡菜自身倒是不贵。我也是看到他那个盒盒细细才看的。我花这个上了心思，要顾虑。啊，你没算，没算清。你算了进来。给他扣了扣了一堆钱。背心摸得就不得，你把椅子抓到我。太痒了，太痒了。哎呀，就是，我这边多舒服的，你看那个，我还打了这个气啊。好嘛，把我那儿再刮一下。你退了。这样是剃光头了，多剃几次。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剃光头剃多了。我以前小时候净刷那个头型。真的。你现在头发还是有点染黄的。然后我以前头发是就像你那样子，小时候我妈就觉得我头发要染黑多少多少，她就给我剃了光头那种。但还是有一撮那样子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很小很小的那哈生长起头发了。在我记忆中，我头上都是比那个长些。其实小娃娃是要多剃头发，以后长大了头发好多。感觉像和婴儿脸一样，如饥如饥的样子。而且我那种又胖啊，后面就是它比较多那种，摸起来很安逸。这边的话，你还是那个老年人摸的。这个夏天弄得好舒服。那边现在就再把剃了。留后面吧。当然我们应该一起同时给你剃。算了，我把下面那个部分剃了就行，因为那个鼻子不是长时间的。嗯。它长长。下面也一般就行。哎，到冬天就冷了。
现在上到今天差不多上面那个半水上。好，这样就这么长。早就开始了。那个不是那不是那个梯的。你别说那个是电锯。像我这么见过，他不得啥子垂感嘞？我说那个剪这种活，应该他娘晓得。不用，你到时看噻。你这个只是说你，因为你说自身比较轻哈，哪怕是他没得垂感，他也不会碰。不是这个。我要去买个架子。反正短裤吧，不管它啥子了。反正就看不看不到分叉的。哟，我跟你说嘛，是太短了，你给他天天看。哇，以前我叫那飞丝都有。分叉的。好，叫啥子？他说话像飞起来。就是以前高一的时候，那种发型的。立起。立起的。你想想活呀，就行了。那就是你说想想了，不想想了。那我还是先大概讲得出来，这样搞。哦，他刚才埋到的分，分少一点啊，分少一点，这个剪下去不好剪，但是都不好剪。好，这道分。剪的话，剪的一身都包得很痛。你觉得能接受？那个就是他妈不接受。那你姓啥呗？林呐。林。林。给他解释一下的。林。林就是可以。神雕侠侣在上面，影子什么影子？哦，影子就是坏的东西。哦，对对对对对，你多不喜欢我举这些例子。他举个例子。说一的右边嘛，还有清晰。那个。一零六来的一人少了一半。哦。所谓一人那个一。人。一人底下少了一半。我那个姓尹的姓尹，有个单名的嘛，我那个。尹相杰。哦。尹相杰。他那个他每天都做菜出来。大花椒。尹相杰那个姓啊，有问题。那是可爱型。他那种也只能拿这个词语来形容他，除了用可爱型，没得别的词语。正常。这样子。反正看来全是黑的，不是白的。好多头发。肯定。
对。没得啥子啥事。教养还变成这样子。不然你打扫谁？娘炮了。要不要喷点啊？啥子喷？然后朋友把钱给他挡到。三子。哪个来个？那边挂的那个给他挡到。在。哎，我先接个大哥去那边。这个就差点修。哦，是哦，还正确。我觉得这样加的话，多加的，就这样加。别说，听人说死道，我说姐是慢些，慢些。是那个另外一个感觉。是吗？另外一个感觉就还好，反正他有感觉噻。他这个前面就是有长焦的。嗯，他就是细节，他有幅度噻。要不剪七十号就不好看些嘛？你那不是一个照片，他剪那种七十号。这样齐刷刷真的是好快、啊。我那个就是他们说的。就这种快哇。差不多。因为剪辑那种，他因为他后面倒推几道，晓得嘛？就几道，他把推得干净。推得干净，主要你后头费时间。剪这种还要相对要快一些。你看他们今天来都要给他们下毒，会不会不推那么多？啥子不能推那么多？就是他后面。都一样的。不推的话，你看他踩起来了。就把他后面。说到后面，他上次一起来的那个人，就是那哈，他推别个，那个女孩推的比较少，剪出来那个女孩相当难看。对，那样藏起来，这样就像里面藏了东西。以前剪平头的时候是好久哎，你没剪过平头？你不是说是那种，就是女士长头，就是很短的那种嘞。嗯，三年级。剪平头小。高中。嗯，高一。刚刚上高中。嗯。肯定，我觉得他年纪比较小，我刚刚长得比较突出，我觉得肯定是好看，应该比较好看。底下就只说了句话，好丑啊！他看我照片，我大头贴。那大头贴都是长长了的，比那个刚刚剪的时候长些了。他就给我试一试。好。那个都长长多多，后面还，后面都起了我颈子下面。明天他们把这要给我们多顶两面，我们要坐起。
问起来我看不出来，我看得出来红叶的嘛，你都看不出来。我嘛换个花型，肯定多有人出息。不，那你坐他的后头，你把他后面头发给他捞起来，那就出来。他肯定要打。里面打个毛块钱，后面打起来。打不起哇，打得出？打得起。打得起。你往上面砸，砸得起。只有这样，最终往上砸。哦，俺们好吓人哦。那我就是，就是这些的样子。但我怎么没看到？我就还是有啥。明年开学的时候，我头发应该就可以再换个发型了。可是我的头发长得长不，我担心。我还不是后面前两才是经常去洗那个。用不着啊，你这个，你这个还，你这个就用不着。它后面长长了。它长长了，它会洗完。要修一下，自己剪，我剪到了。好。我好担心，要不不回去了吧？那就不如剪光头儿。剪光头儿，我们去再去过一回去，只能成成才成才。不，装装。你剃成光头儿然后了。算吧，那把假发戴起，他看不出来。你这不，我当你睡觉的时候，不是，当你睡觉的时候，假发掉，你妈吹风进来，哦，直接吓晕，然后。更无法解释。我妈我怕，我怕我爸。我不怕。那你妈说，我都没去过。那就是嘛，我爸说老子没去过广场，再去去过广场。我妈好解释。这里是哪里的？这里是哪里的？三环。具体点嘛。六里城。包浆桥。包浆桥。嗯。还没到包浆桥了吧？这就是包浆桥，你在包浆桥。哦，我其实一点都不怕人嘛。这个正是包浆桥。这叫荣升路。哦。等你说荣升路了，咋他这个不是？才。那名字是才改的。哎，不是真的看不惯，就接几次。来得及。就是反正我也不耍朋友，弄成我发脾气。你不耍朋友，你为啥不耍朋友？哎呦，头发管耍朋友啥事？还是管点事。妈呀，两大男的。我也是说的，我也不耍朋友。两大男的，我也不耍朋友，没啥事。分了。但是你要说耍朋友管头发的事。又分了。嗯。你不要讲究。你耍几个了？不是要耍几个？觉得好像你们合了吗？不是，合了分了吗？他给你，你那个加了一个油字，就有点。但是他们家是你自己加的。哎。我说是他们家是你自己加的，他说合了，然后你说又分了嘛？哦。分分合合来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就是，哎，你们看那个节目没有？哪个节目？我爱记歌词。我爱记歌词。啊。看那个思琪那个投屏的。嗯。就是。那种就，是不是？特别这么夸张。跟你要那个点儿，我不在假发我的。不是。他不是假发。不，他那个剪的都还要夸，还要。我觉得他那头型有点好看。我也觉得好看。嗯。他死去了，人都很好。我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好看，他只是牙齿长得不好。他牙齿多大？嗯，他牙齿有点萌呀，多大？而且我只喜欢他，我觉得多可爱。但是他人长得好多嘛，人都喜欢他，欣赏水平不同。不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还好看些噻。那个王涵。不晓得。王涵，也不是子涵。哦，林涵。那个还有女，还像女生些。他有点女人味些。那个就古灵精怪，我觉得小娃娘。他纯粹真的是非主流了。我觉得他好看。我就是喜欢他西瓜色，特别是那次他走那个，他走那个模特步，那次老子笑惨了。他走那个样子。那个男孩他走那个。那个女的才好小哦，噶。那个。还是他们那边人都好小哦。不是啊，就是另外一个来唱歌的那个女的嘞。你看。不是的。就是他在，就是参加我们爱记歌词的，
参加那个节目噻，我觉得还是那个。参加那个节目，他们那个参加那个节目，天天都在变。扎比我们另类了，对啊。我想想，刘海要哪样子剪呢？你想哪样剪就哪样剪。还是分开嘛。好，这次给你打招呼。来，就等着我回去给他看一看，把他吓死了。应该不得吧？我觉得你背哈背好明显了，你那个褶都在，我觉得剃了有点吓人。不吓人了。我那个是剃光，你那个是剃把肾都用着嘛？不，但是你那个看不到，我都看得到嘞。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再尝尝。剪不动了，肯定这样子一刀剪下去有点爽噶。嗯。待会儿躺我让你给他剪。来，那我就让你爽一盘。我也扒到水里。我是最少一种。哎呀，我这边就没那明显，这样。就换个发型，真的人都不一样了，感觉。嗯，我感觉变好看了嘛，是。然后你回这边成老师了。成熟的，哎，我这两天做梦，我当幼儿园老师。是吧？嗯。明天第一天上小幼儿的课，给他下菜。哎，想到当老师，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儿童，他说这家教师工资太低了，你说一个，老子给他们乱教了这。这叫老师。现在教师工资不低噻。不，他要给那些做生意的同学拿相比。哦，当然要。做生意，他那样子教师是拿死工资，做生意样那个有风险噻。好。那个、好笑人，你说，妈，工资太低了，那学生给他们乱教，物价不等于一百。好扯淡。用他那个物价我。今天的下来得不得把他吓到？可能肯定呀。像他们那种子思想比较保守的。那你们同学吗？嗯。昨天那个叔叔回来，父亲想看我，他说咋还没见呀？他说的父亲来着。我们不是昨天说来噻，你们这边有的。不，他说的是婆亲。婆亲。说成婆亲。你别讲那个鬼嘛。对。这多少年了？今天回去肯定是直播拿给周青看，然后再去发一篇。哦，我现在是进寝室嘞，先进来就他们寝室嘞，我很犹豫，怎么办？先去下河回来，还是先去下海去？你现在回去是先进女生寝室还是男生寝室？男生寝室进不去。主要是进不去，这个是麻烦事哦。对，不敢去。好。
我接黄州的来的快些吧。啊，我来就讲话。嗯，我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我自己的。我接受不了。接受接受，别个不能接受我。结婚的啥都没变呢。我自己不敢接受我老婆是那个那样子的。我有点嫩的头发，哪天想理头发就嫩的头发去了。我老婆就是讲，其实光头是蛮安逸的，你看出去戴个假发，回寝室的假发又甩了，好爽的。只是人家不能接受，其实我还是能接受。嗯，只是是怕给人家吓到而已。穿一件，还有就是穿件素点的衣服走出来，人家一个化妆的来，化妆的来。关键再把你看过那个草原年华没嘛？当时就是戴假发三个，然后在厕所假发落了，把学生吓得安逸了，那个场景。你然后出去了，早上在吃饭都不用饭卡。这切的时候，跑了自己打。是吗？自己三个娃去，就画噻。是吗？是画面的，请三口饭吃吧。三口饭吃那是真的高发吃，那不叫花园。哈哈哈哈哈。是花园了吗？花园就不能那样噻。在弄上佛桌噻，你妈的就是，一只手拿佛桌，我们是变装的不？变装的。人家说个多行善积德，我你说我花园不是那光滑。昨天晚上看到大饼那是大顶顶的，我多爬那种子，总感觉像大背子。大背子。哪有哎？哪有？他那种。其实他声音还是好的嘛。哎，他唱歌的，他唱那些歌嘞，我就。他唱的是他的那种治愈那种嘛，是吧？嗯，还有是那个他的歌嘞，唱梵文的歌嘞，就跟唱歌有两样。大悲咒好听啊。啊，好听，但是听有点吓人嘞。我吓人。没有啊。你不懂那个圣安乐，你不晓得那个圣安乐，你把袋子找到可以慢慢放，又放去。以前我不晓得有。真的呀，他们就是第一次听到安悦的时候，以前从来没听过的。哦，谢谢你，这真是好凉快哦，我觉得。他觉得好好听啊。热天下来了，就是不晓得今年子过后镜子会变成啥子颜色。镜子。你擦防晒霜。没噻，我从来不擦防晒霜。你不要出去晒的。你晒不到啥太阳。我一般还是没出去晒。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了。有点白，你看人家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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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也好大的真的那天去他皮都脱完了晒过的地方都然后脱脸然后脱背然后脱手会你不穿衣服出去晒了还脱背子那就是背脸脱背脸说清楚太搞笑我不脱皮只是被晒疼了然后疼了之后他都变他说要滑感觉他们睡在床上那个太阳证明那个房子的那个叫光线太好了，是光线好。那采光太好了，晚上都是透亮。好的，我月亮都照的。就没月亮嘛，我其实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穿衬衣回去吧，就看不出来后面吧。对，有个围巾嘛。要不干脆就戴个头巾嘛，戴个帽子，戴个那个渣渣帽，然后把那个渣渣往后头。我就是噻，把扎到后面。快睡了，你越打，你那次越打扮越酷，人家不看你的脸了，多看你的脸了。不是，穿一件那种是衬衣，花衬衣，然后再戴个那运动帽，笑死人了，走出去。要有这种效果。哦，就剪完了吧。嗯。吹完就。哇、okay. 哦，好快哦！还留还没剪上。嗯，就是。
留还修了就可以了。既然这种发型觉得要行，齐刘海不好看，我觉得。就是有点显很显很显，就是那个尖。嗯。哦。这种发型剪齐刘海就太损了。把它修成一个那种尖的刘海，这样子行。嗯，不要我，有点显得很猎奇。很猎奇啊？嗯，不对吧？洋洋，我比较猎奇，我觉得一般的斜刘海就可以。就是一般的斜刘海的。不要剪的。你不要短了，不要给他剪太短了。不要给我剪太短，别给他剪了。哈哈。他就是头发刘海。其实就是剪成这样这种感觉比较对吧？不要剪成碎的。稍微修了一点。啊？不要剪成碎的。剪成齐的那种。嗯。你说是剪成哪种啊？就是不要剪成他那种啊。他就是碎的。啊，我说。但是他就说他那种太短了。嗯。你说的是剪成哪种？快跟我形容一下。就是只是随便在这里给他正式修下就要。哦，你说的是。嗯，因为我是把剪碎了，它多长嘛，它叫那个。就是。它上面被长出来的就是长。哎哎，就是。就是。还有不要剪把它上面那些碎了，你感觉它剪拔起来，就拔起来为止。他意思就是这样随便剪一下。嗯。哦。就是说。它不是碎的，就是这样齐的剪过去。前面那个头发修了呀。哦，你说那种剪法就是你原来那种。嗯。没啥剪啊，对。没啥这种。剪。他这边还有点。嗯。有点点。好，我好难穿了。帮你转嘛。我去转。他不能自动转。我扶到这儿，我扶到这儿推进去。不，然后我弄一个遥控的。遥控还可以调，还可以调频率了。啊。这样可以。我好想个哦。我好想夸人，玻璃崩了，你夸下来，我想。可以啊，你不要跑。哎，你不要碰到头巾。背上。好好好，来过来过来。背上。背上我天，应该每天早上都要洗我头发。我走。好，你也来坐，没事。好。今天回去洗头多好洗啊！在微洗头三分钟就洗完。我洗头白到上头发是吧？洗，我好多点进去。啊，说多了就洗了噻。你要是不洗一会儿就睡，你还以为是脱发，哇，脱得好严重。而且有缺血。肯定把头发剪了过来洗头就不得再刮头发了吧？嗯，短嘛，它不拉扯嘛。嗯，我是不晓得，我自从在这儿到成都来过后就要刮头发了。水土不服。就是，你头发就落只剩这朵了，以前不是。掉头发就是因为你们寝室太阳太大了。你的头发软，摸了都不扎手。他们那些头发硬的，都扎手。就是后面短的都扎手。嗯，摸都不扎手。原来我剪了都扎手，我头发都比你们细。嗯。这个房子把下去了，嗯，这个房子把下。下有啥东西？你下楼说你买个这个长杆儿。挺冷的。不是，它昨天天天关过，它有趋势的。嗯。关过。我底下好好放了。
我觉得是。不知道吗？下来的接头发。嗯。有点儿，但是打过了吗？嗯。好吃。
的那种。能飞起来吗？因为啥子呢？那个加班加了，他起静电噻，哎，他要，他要费钱，你不要摸后头啊。嗯。前头扣工，前头我没有，没找到。啊，怎可以了。嗯。啊，马上到你了。忙一晚。紧不紧张？不紧张，没感觉。你们两个都要戴眼镜儿？嗯。这是他眼镜儿。不是，我度数没他大而已，但是我戴这个白好像。证明你度数已经长了。嗯。我觉得。好，先站在镜子那儿呗。啊，被喷喷了好多，好红啊！哎，弄一个耗子在这儿，我的耗子。北斗子啊？不是，红不是北。你不要它，要了太湿了，你讲。你这里还有点歪，有点方向。家里边看过失败。贱了，要那么说的。还要说的？嗯，他这儿有点，我觉得这儿夹了石板上就不好看，一般留还是不能夹。他有点留。好，那儿去。好的。站这儿啊。东侧啊，西侧啊，就完。稍微抬起一点，往上面这儿，嗯。那个东，东侧西侧就可以完。你把它拍到哪？就让它转一下哦。哎，好的。哥。那就拍到。好嘛，那又来吧。好吧，重新换一个。哎，哦吼，穿了，没得电了。走哪里？